大家好，今天家里的楼房装这个推拉门，一楼装一个，二楼装两个，一楼的颜色选择跟这个门有些相似。二楼正在装，咱们上二楼去看看吧。这边留啥呢？白吉。咋了？这个玻璃是不是防弹的？防弹的，我不知道，等我给你敲敲门问。还有啊，这房子装修进度有点慢。不是，你像这个刷这个漆，这个啥的，你不得给它亮亮清清空气吗？这个是不是？嗯，能不能说个实话？看改造路，得缓缓。好嘞，走吧。这就是二楼装的这个推拉门，得换上。那边那个装好了是吧？好嘞，那边装好了。这个玻璃是啥材质？双层钢嘛。双层钢。哎。然后这边边儿的，边儿的台面和边梁。台面和边梁。哎。那到时候要整这个门的话，多少钱一个？370-380。哦，370-380，按这个这三个材质都一样。哎，一样。还有个问题，刚才你给我问了，咱这儿有没有防弹玻璃的车辆？防弹。哎。只有人家银行里面人家用了。哎，银行里面的银行里头才用哎。对啊，那个怕那产品。哎，啥的。产品啊，啥的嘛。那反正弄不了，我知道弄不了，多事儿。放在玻璃车都银行用的。哦，水电。这就是俺这个这一条龙啊，里面的话弄就是，里面就是俺四万一分，那一块儿上房东。刚才问他了，我那一房子他都没有，咱家都不要。你看人家真贵，然后不过往上你也谈不了。哦，这个东西，咱家里边儿也是这票。嗯，你给他们装修那玫瑰纹的，玫瑰纹，这个啥玩意儿？那镶金边儿的那个。给他们卖货，卖货给他们，给他们干活给他们卖货。这是做的意思当中木门儿的枪法拿好了一个推拉门已经装好了啊，然后这一个门我算了一下大概下来是1000块钱左右。我家的楼房嘛，一楼然后简单的吊了一下顶，而二楼装完推拉门然后挂上大牌，基本上就这样了啊。农村建房嘛，然后面积比较大一点，最主要的就是两点，简单实用，对吧，这个你怎么看？我那大包我好像也管简单实用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到这里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可以点击关注，谢谢大家。我那大包房到底可不可以？不，这个你那不能装上，你那得装防弹的是吧？人家都说了防弹的没用。